是我笑你忍不住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用偷刀把你撞坏了吗？不是我，我帮你拔掉。妈，妈好像比较好看，那我帮你。我不知道你力气这么大。妈的，练了18年就等今天了。哇！来呀、啊！我们如果看见这个漂亮的小姐或者是女生，好，那很漂亮的女生都会叫她正妹，嘿，美眉是啊。那以前呢、啊，就是叫小姐，叫小姐。原来师兄以前就会叫小姐，都是叫哪一间的？你去哪里叫小姐？一开场就这样？不是的、啊。就是不是，那龙如果如何？那个称呼啦，对啦，以前呐、啊，说女生小姐，就是或者是小姑娘呐、啊，小姑娘。像这个师妹就是一位小孤独处的小姑娘、哎，小姑娘。哎，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这位师妹姑娘的美丽呢？真的吗？嗯，说到这个师妹这个姑娘啊，因为天生一张瓜子脸，哎呦，特别是她的眼睛，在一对这个柳叶眉的衬托之下，仿佛像是会说话一般的。哦哦，那我们常形容说眼睛会说话，是。现在就来考验一下，到底这一对眼睛在说什么话？来，注意哦，来，她在说春眠不觉晓，出门去慢跑，远方看山大，近看看山小。师兄出那个是什么啦？这个业障要记侯伯家的，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啊，那你也会吗？哎、欸，来，我现在考考大师兄的。大师兄，你考我，我考你啦。你考我吗？哎、欸，你是最厉害的啊！你什么都会啊！中华民国最厉害的，真的吗？好，眼睛做戏第一名。你的眼神，我来念哈。好，来，来，各位，床前明月光，地上鞋两双，床上狗男女。其中就有你，我很认真在听呢。他刚真的很认真呢。对呀、啊，来，王力，那换你。来，换你。来，白日依山尽，为爱赌性命。床上狗男女，两个都是你的太太。那共打来共，两个都是我。你们不要自导自演嘛。嘿嘿。我看到师兄你哦，会演的比较好，都不要演，都不要演。一开始没讲到师妹，是因为今天要来告诉大家有关于一个姑娘的故事。是的。其实今天要讲的就是因为呢一只鞋子而造就了一段姻缘的灰姑娘。不对哦。灰姑娘。既然讲到这个鞋子，我就要考考你们哦。你知道吗？一般来说，常买鞋子的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？这很简单嘛，市面上常常看到有凉鞋啦，对，包鞋啦，平底鞋啦，高跟鞋啦，芭蕾舞鞋，所以应该是女生比较多。女生完全错哦。哦，那也常常看到什么皮鞋啦、布鞋啦、拖鞋啦，还有钉鞋、登山鞋，还有什么篮球鞋啊？阿兰，我知道了，男生比较多。对，男生错误。你连换了贵，不是男生，不是女生，那是谁？那不然呢？是正确答案要听吗？好，两位一鞠躬，拜托我，我啦。哦，你的夫妻对拜嘞，来给他拜托，拜托真的。来，其实呢，买鞋买的最凶应该是蜈蚣，因为蜈蚣哦，它的脚很多，对鞋子的需求量很大。用这蜈蚣，你知道蜈蚣跟马路你知道吧？我知道马路也是脚很多啊。对，那差别在哪里嘛？蜈蚣跟马路。来，很简单。如果呢，从这个个性上来讲哦，蜈蚣比较谦虚，平常不管做任何事情呢，不求回报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蜈蚣不受禄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啦，啊，从外形来分的话，外形，马路的样子比较凶猛，像老虎的嘴巴一样啊。因为呢，有一句话叫做“马路如虎口”。是因为这个马路吗？没有，你以为进兵吗？后来，今天就特别拿图出来呢，跟大家呢好好的解释一下。从这张图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蜈蚣呢，这个身体比较扁，马路身体比较圆，蜈蚣外八字，马路的脚是躲放在里面的，很难分哎。所以你在沙滩上面就看刚刚有谁从那边走过去，如果看到内八马路，哎。蜈蚣，哎，今天非常谢谢生物博士，那下回请继续收看我们笑林的。喂，
灰姑娘的故事还没有讲。你灰姑娘，你灰姑娘，灰姑娘，你灰姑娘，你灰姑娘，你灰姑娘，灰姑娘来。灰姑娘从小听说是被她的后母跟两个姐姐虐待，生活非常的痛苦，是吗？但是想不出来为什么大家都要欺负这个灰姑娘呢？对呀、啊，她能不能忍受这样子的日子呢？而她美丽与善良，最后能不能得到王子的青睐呢？丑小鸭会不会变成更丑的小鸭？对对、啊，会不会变成天鹅呢？就让我二师弟来告诉你们，一只鞋如何造就一段美丽的童话，跟我们一起进入少林穿越剧《灰姑娘》。洪佳佳饰演母后，徐孝顺饰演说书人，阿喜饰演灰姑娘，白云饰演王子，小优饰演大公主，欧弟饰演二公主。从前，从前有个漂亮的女孩，她常常受到继母与姐姐的欺负，但是她从不气馁，因为她相信只要认真努力的工作，就会有好事情发生。从前有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小女孩，她有一个呢非常恶毒的那个继母呢，跟两个呢心肠非常不好的这个姐姐，经常在欺负她，逼她去做很多粗重的工作，还有呢去打扫那种灰尘很多的地方。于是呢，灰姑娘就这样诞生了。灰姑娘顾名思义，身上有一点点灰，如果是拿整桶的倒在她身上，她演的就不是灰姑娘，叫倒灰姑娘，整个倒下去的灰姑娘。但今天要演的是灰姑娘，到底她的继母跟两个坏姐姐会怎么样的欺负她呢？欺负她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小心，慢慢走。哎呦，两个漂亮的女人，妈妈、爸爸，妈咪，哎，你身材最好了。每天都练身体啊。妈妈、爸爸、妈妈、爸爸，你身材不太好。哎呦，哦，这一辈子哦，很开心生了你们两个姐妹，好漂亮。当然了，出去外面人家都一直夸奖我说我们三个人长得好像。通通不要动。很多小朋友在看我们节目，不可以乱说谎。长这样子说，全家都很漂亮啊！没有好好摸他一下怎么办啊？这样好看吗？这样更丑，好不好？心地已经不够善良了，麻烦多做一些善事，不要再说一些无微博微，小朋友听不下去啊！继续演下去。小灰啊，小灰啊，来了来了，不用过来。站在那边跟我讲话就可以了，再退后个两步。嗯，过年快要到了，你嘛好心的地板擦一擦。好好，我现在就去拖。嗯，哎，偷懒，真的是一直偷懒。你，你这个是怎么样啊？啊，怎么了？都不用心擦。你这样站着拖，拖得干净吗？那来要怎么办？跪着拖，跪下，跪下，用点心啊，慢慢拖，就知道你偷懒。这，你是不会看清楚你是猪吧？真的是气死了！哎，拖地你会拖地啊？好好好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我看你拖地拖得乱七八糟的。就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先去把后面那个盆栽啊。我老看着不位置不太对，先去换个位置。风水不好。快去去。妈妈。要放哪儿啊？你先去放在那个手指头旁边，我看看。那边不错。动作快一点。快一点。这里。怪怪的。好像。角度不太对啊，不好哎。你放在那个那一棵树前面，我看看。树前面，这边这边。这边。那边也怪怪的，不好嘛，你不好看啊。你就放在那个地方，那个黄色那个。这里这里。那边快点，快点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快点！哎呀，
拖拖拉拉的。阿贝，先别让，先拿着就好，看一下位置。嗯，妈，怎么？妈，别吵，我还在看。我快撑不住了。我知道。啊，放这里。哦，这里好，这里好。刚刚是放这里耶。刚刚放这里吗？啊。啊，那又放错了。我觉得还是不太好。啊，你就放那边。那边，那边。动作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啊，天。先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看这里好不好？怪怪的，还是换回去好。哎，那里好，那里好了。不对，换回去原来的位置。哎呀，就放回去嘛。好，看着你怀疑啊。动作快一点，好。小辉啊，啊，来，又怎么了？家里面的车子有一点脏，你去把车子洗一洗。家里哪有车啊？你瞎了你的眼，那一台就是我们的。你没有看到两个车灯黄色的吗？有，里面还有个司机的。那要先洗司机还是洗车呢？寻找灰姑娘，小心选错倒大霉。哇哦！你，我王子，你选我。谢谢你先。我要嫁出去。王子啊！